我们俩甚至是醉了。哦，遗憾，不要，有导游就好，没有导游，特别损，就给我们订了上山，下山不管我们。不过，上山不管。你难不倒我，不订了下山的，怎么样？要钱吗？订他下山？一共500块钱，给我们送来爱丁堡。哦，那还便宜啊！我想说这两天。 反正走路嘛，也不要带换洗衣服，但不换又觉得很不舒服，所以我就带了纸内裤。但是因为流太多汗了，走路可能就破了。就想说，那刚刚去那边换一下，就变定制裤，不舒服。那因为裤子脱太麻烦，所以我刚刚就在那边自己发了一个，把自己扯开，就说哈，我这样就脱掉了。我帮你在厕所笑了半天。真的好像漫画里面那个小人，都是充满活力，好喜欢你。 我怎么悟横店的味道呢？有，我有个感觉。今天我们来到二号山了，今天横店这就是，感觉在横店二号山拍戏。二号山，二号山，静姐，今天我来探你的班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就是横店二号山的感觉？ Action！ 啊，谢谢。真的，我是户外妈。People drive me。真的就感觉这就是横店的感觉，真的没有所向无敌。真的觉得气氛太像了，现在气氛就是啊，烧着火。气氛是对的。就感觉等待夜戏嘛，等待天黑，密度不够，整个专业术语密度不够呢。哈哈哈哈。唉，但还是挺舒服。 就怕明天，如果明天都是要一直上坡那个路，对啊，对，就会比较辛苦。所以我就说，明天咱们一定要来个影帝和影后级的晕倒。我可以，我要演，你 Q 我演，就不是不带眨眼的。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真想每次大家访问我说你就想演什么，就说尸体啊。那为什么都是尸体最难演呢？你眨眼，你眼球不能动，你不动呼吸的耶。 我上个戏，你演尸体？没有，我就是有一场我死了，但是后来又复活。我也演过死的，死的这个太……警报！警报！现在停止呼吸。对，超难的，你完全不，那你也不知道机器到底动到哪，你也不知道。但是我的大动脉还是在。我今天就这样被导演骂，好，你为什么回去不练习？我说练习怎么死吗？不对啊，为什么不练习？我说我怎么练习？我常被骂。那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个电影吗？哪个电影？听说啊，听说。听说第一部。 第二部电影，那最后你不是演了？后悔呀，对，但我到现在都还会手语呢。好棒，那个。哇，好冷哦！我真的觉得我们参加错节目了，这明明是变形记。变形记也是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，也是很多家庭富裕家庭里面的小孩暴躁，之后家教不是很好，然后他们就。那谁要参加啊？谁要完之后，没有啊，就是父母报名啊。 送人，对，送人，他们每次都是交换，比如说在山区里边很贫困的那种地方，谁是小朋友？太晚了没？没呢，你看了没有？找你呢。然后呢？你有看过变形记吗？他说湖南太太。我就说，你说湖南人，你说他们这帮人是吧？就是那个。这个组出来的，特别能扛一个个的。没有，不是，我是工作人员就是变形记出来的。是吗？我觉得他们这帮人太厉害了。 我每天都在佩服他们，我这一代还是吃苦吃上来的。我们这人都从小打工，你跟乔恩姐是属于一代嘛，差不多。哦，对，我们俩同年，你跟她同年。我33岁，依然看起来比我就小，我觉得。那我应该叫你阿姨了。可以啊。那你看起来真的感觉比我都小，我觉得。我33岁，阿姨，你怎么叫发姨？哎，你都没有皱纹呢，依涵，你怎么都没有皱纹呢？ 哇塞，都没有皱纹的，吃很多就不会有皱纹。依涵，小声一点是吧？带化妆品出来。你要什么？眉笔。但我不知道我那个眉笔你用不用啊？管他呢，没什么用不用的，都用。唇蜜。